这杰的皮肤好捞啊，白天就做梦，那你这不跟你一样吗？你也做梦啊，还要整个十二倍亲密度，能不能整？能整，怎么不能整？能整。谢谢喝逼茶。你来学习一下猴子怎么打青钢影。行，建议办了。真英雄从不跟你打，有盾上来 A 你一下，不灭上来 A 你一下 ，W 上来耗你一下 ，A 你一下耗你一下 ，A 你一下耗你一下，上来 E 你跑，啊，就这样似的，就基本上就是玩青钢影都这样。只要带个不灭，玩个圆规人，你打他他就跑，你不打他他摸你，哎，摸你一下，摸你一下，摸你一下，他也不杀你，他就在那折磨你，慢慢给你耗，啥劲儿快耗给你耗死了，哎，人家把你杀了。你要能耗，耗的你要能没血就回家，那他就杀不了你，他就跟你慢慢玩。这个一没一到，你看，有盾摸一下，你还得破他盾，没盾就跑，都这么玩，我天，可膈应打着玩了，你知道吧？还有那塞拉斯，就这俩英雄，哎呦我操，能给你折磨死，比那杰斯还折磨人。你看，哎，打完就跑，多摸一下都不摸，就血量即使有优势，他都不带上来摸你的。啥时候你忍不住了，那么你就死。老折磨人了，回家了。跟这种英雄玩，你就得玩个啥呢？你就得玩个奥恩，我让你耗耗吧，你看看谁有用，或者来个武器大师，我们上来给你一巴掌，我上来就开始跟你一顿锤，我也不用跟你耗，我就跳你脸上就开始锤，就锤死你，就得这么玩，能跟他玩，要不然就难玩。哎呀，走位好啊，落手好打，落手还行吧，落手还行。先抽一下，别让他回血。可以打呀，没事，蜘蛛在我后头呢。哎，来，不行就杀一个，就空下啊，给我空住。他有传送，没关系。我们塔下收了一波兵。和草丛里头呢？你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哎呀，我操！这艾克为啥不走啊？
真烦呐。上头了，我能杀他，我干哈不杀他？我兵线在这儿，我为啥不杀他呀？那人家打野来了，你也没办法，谁知道他还在这蹲呢？谁能知道他？你说打完一圈石头人又跑上来了呢？没换掉是最闹心的，换掉了还好了。过塔踢你肯定有人，你拉倒吧。那就是自己傻逼过来踢踢我一波，然后呢那艾克瞅着不对劲儿，打完石头人又跑过来了，他没一直蹲，他就刚过来呢，艾克刀都不补，像个人了。一刀不补，就在这猥琐，打不着耗你，有盾 A 你，这个 W 不应该中的，其实。为啥呀？没挡掉那 E 吗？哎，不行，有点着急了，薛飞有点着急了，开始有点着急了，跟他着急打打不了，这英雄不能跟他着急打，就必须得跟他慢慢耗，啥天他上来了上当了，哎，我们再把他杀了，就得这样式的。那两个 W E 没躲掉，用 E 把 W 躲了就好了，他们就没有血量优势。上波确实有点伤，你知道吧？上波能杀他没杀了。你又来蹲你爹，哎，没队友，没办法。那艾克能不能走啊？我插个峡谷眼儿吧。打不过了，我跟你说，他杀我十次，他都不可能硬跟我打。就不存在说我补不了刀，他能补刀的这种情况，这就打不过了。
他只能跟我耗，他有优势只能耗，我不跟他打他永远他也杀不了我。有没有队友来一个呀？这怎么回事，踢着我真猴了。当我没说吧。哎，我是真想杀他一波，打得太膈应了，真的。算了，不打了。哎呦！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能不能跟他打？其实能不能不跟他打？其实可以不跟他打，就是憋不下这口气。他妈的，这一波没杀了，给我气坏了。就是憋不下这口气，我就不是一个能躺赢的人。对面要是得赛，这把咱就拉倒了。我就烦这种菜逼，回回能杀得了我就很气。气就算了吧，你是就想跟他打，哎，想跟他打，哎，人家就能有机会。我老着急，不想跟他 farm， 所以就硬送。我不送了行不行？我不跟他打了还不行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不就是不打了吗？推线呗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呢？中路收塔的，这不是一塔没了吧？嗯，哎呀，小龙这波可以来。
有闪现。没办法，那你死了就死了吧，人家加里奥来了，怎么整？不来其实应该也打不过，但应该不至于会死。他没有控我技，他没有技能能跟得上我。塞纳没鞋吧？啊，有鞋，有鞋粘住了也行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漂亮！杀个人真他妈难。杀个人真不容易啊，我发现确实不容易，太能跑了，是真能跑啊。来吧，有装备了。哎，不行，这里有眼儿。来小龙，放的有点快呀，这。保一下峡谷。
来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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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小龙拿了，把小龙拿了，快快快快快！他们家没有视野，他打不了。不要了，对面，我们回家。这个车绝对不能丢，这跑的是真快呀！队友呢？打大龙去了吧？瞅一眼啊，三打四还打不了吗？真是的！没事，我们上波又开了一波张，挺好的。我把那 ADC 又给杀了，我们团战就杀这 ADC， 别人不管啊。慢慢捡，慢慢就捡这 ADC 的人头。他上波交没交闪？没交。看来这线儿不能带了，没法带。这嘎里奥说抓你就抓你，没个灯。你干哈呢？你让他打一下子。好菜啊！人家来抓你死了，就是好菜，好喷。杀人书，没事。他们家其实没有什么可先手英雄，只有加里奥，还有那个青钢影。我还敢去下路吗？我去下路就俩人，我去下路就俩人，我这咋去啊？你瞅瞅这，这都没法去，这都这下路都不是人待的地方，你让我去下，真能给我找活干，我操！真能给我找活干呢！这里边一打一，除了青钢影能打过我，没有人能打得过我现在。但没有办法，人家一玩就俩人，一玩就俩人，永远两个人。只要打，那必定俩人。嘎里奥指定就出来，一手机头，直接把你干掉。我杀兄弟！
挡一下，小龙把中塔拔了，好数，遇不到啊兄弟，艾克没死，艾克应该能杀的，刚才我感觉我没太玩好，我那 Q 没 Q 到他，我的 Q 正常应该能 Q 到他，右键好像没点到他，差点钱呢，这差了100块钱。这回跟他单带，他带不过我们。你瞅你玩的吧，你瞅你优势那么大，打的吧，打到现在连个那啥都没有，连个死性宣告的死亡之舞都没有，你说赶紧过来，这队友可顶不住了，这ADC 闪了，这大龙得要啊，你不能说大龙给了吧，下路给就给了，大龙不能给啊。哎，这个大招不开好了，闪得这么快，能不能让我动一下子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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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杀龙，漂亮，我水银海居然连动都没动一下就死了，稍微能让我动一下都好了，刚这波要能有大就能更完美一点，真鸡巴菜的青钢影，哎呦我操，你都菜出水来了你。给我这优势，我把这猴死给他打出来还玩呢，推中啊，这嘎里奥没死吗，上波怎么14层了呢，我就发现他们家不杀艾瑟，你们发现没有，这嘎里奥加青钢影的组合，无脑控人，无脑点人的，就是点着寒冰，寒冰必死这种情况，这寒冰死了一把。小龙，有沙漏吗？好 Q， 好大，好金身，
萨嘎里奥。漂亮，兄弟们！嘲讽我，抓我猴王，不好意思，躺赢了，拜拜。给我把青钢影杀了！我不是能躺的人，这……哎呀，玩的脑袋好疼啊！怎么回事啊？玩一早上了。除了那把加克斯吧还能凑合地儿以外，就没有能让我满意的局儿，没有。怎么回事呢？怎么，哎呀，这手不好使了还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新鼠标垫不太得劲儿吗？怎么就能现在我的水平撑死也就是个钻三的。不，那有点低估我了，钻二的。